我家的表情太可爱了吧！爱了龙哥的转扇子。搞错了再来。没看够再来一遍。爱了爱了，这个傲娇的表情太可爱了吧！别来无恙，枫叶正寂寥，水月长高，谁在唱歌谣？见证奇迹的时刻。什么？你没看清？那我们再看一次。看，飞扇。安静了吧？没有这点能耐，有。好能耐！大家，这玩意儿能耐怎么了？热血的先烈。布拉威可以鼓掌了。您打小学没看？哎呀，可吓死我了！我以为是你跟扇子一块就谢幕去了。下旨在荆州的关羽的帐前，由关平接书关羽。这书是快递出去的。关公在上写着，可以鼓掌了。